是被打了一顿。我们给你擦吧，你坐下。秦老师，秦老师，秦老师全程没有问题。帅啊！哎，跟我这个焦点就好了。两个字，说啥？骂啥？一鸣他们俩是真的逗。哎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真的。然后有救。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怎么回事啊？小野昨晚上睡过去的。可以。可以。把话在你手上那瞬间，你自己真的受伤了。我们现在就给雕塑上色，看看明天会不会流化。还专门到那个组里来，就是来探班，对，然后还送给我非常漂亮的鲜花。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下次见，下次见，拜拜，拜拜。